们继续啊。刚才呢，我们把经脉循行讲了哈、啊，这个主要命胃经经脉循行比较复杂，你们下去以后啊，可能还要自己慢慢的消化啊，理解和记忆。下面呢，这个络脉的循行的病况，我们简单说一下啊，这个就是原文，它的那个主阳明胃经的络脉呢，它是从丰隆在脚上，在下肢哈，膝关节以下，它离踝关节是八寸，就是踝上八寸的地方。从这个地方分出以后啊，它要到足太阴脾经，啊，就要联系足太阴脾经。它一个分支呢，循着胫骨的外侧缘，啊，循着胫骨的外侧缘，沿着基本上啊，和我们这个正经的循行呢差不多，到头项，啊，然后汇合于足所有的经脉啊，汇合于所有的经脉。然后还要到喉仪，喉我们都知道了，十七穴之道，是不是仪呀、啊？仪是也是古代解剖术语，是指的咽。实际上还要联系什么咽喉，对不对？啊，联系咽喉。当他生病的时候，如果有气逆，那么气逆就是气机不畅了，啊，对不对？本来该下降，胃经的气该什么？该下降，对不对？它反而上逆了，这个时候出现什么喉痹足音，然后这里的足音的时候突然声音嘶哑。好，注意哈，我们前面讲的一般说声音有问题是哪条筋的呀？肺，对不对？那么这里可以看到不一定，因为主要命胃经的经脉是不是要到喉啊，它也可能出现这种病变，除了经脉以外，它的络脉也要到这个地方，所以说当气机胃气逆乱的时候，也可以出现喉痹足音。实证呢，就出现狂癫，狂癫实际上就是癫狂哈。那么就当他病有实证，主要是狂症为主。我们说狂和癫相对而言呢，狂呢是实证，癫呢相对呢还是虚症。哎，你们内科要学了癫狂没有？学了。这个应该有记忆嘛，对不对？联合狂它可以是负阳转化，对不对？啊，虚呢，主要是主阳明胃经的络脉出现虚症的时候，主不收是不是这样啊？它不能够取，它生就是无尽了，没有尽，对不对？主不能收回来，就力量不够，那么有点像伪症啊，伪症尽枯。啊，就觉得那个胫骨小腿呀、啊，枯萎了，就萎缩了啊，枯萎了。那么这个时候有什么治疗啊？丰隆血行治疗啊。那么当你们学萎症的时候，在内经当中就说了嘛，治萎多取阳明啊，多取阳明，这样的。好了，这个我们不多说，你们自己再看一下就行了。下面主治干药，主治干药基本上是书上的。主治干药是指的所有这条经脉的穴位可以治疗什么病变，治疗就是这条经脉的病变，对不对？那么经脉会出现什么病呢？是不是和它经脉循行有关呢、啊？和它脏腑功能有关。经脉经过哪些脏腑器官，那么它的穴位呢就可以阻止这些部位的病变啊，就叫经脉所过，主治所及。啊，主治所及，我想这些病变呢都是前面我们提到过的，我们就不多说了啊，就不多说了。下面我们要介绍的第二个大的部分，就是主阳明的腧穴啊，也是我们要花时间比较多的。那么这条经脉主阳明胃经的腧穴呢，它腧穴是起于承蹊，叫眼的眼眶哈，上方就是眼眶下眶的上缘，这个承蹊靠近眼睛的承蹊，止于主第二这个第二指外侧端的立锐穴啊，立锐穴。一共这条经脉啊，一共有腧穴名呢是45个啊，你看比这个肺经和大肠经加起来还多啊，有45个就很多了。那么左右对称，一边是不是有45个呀？啊，腧穴是左右对称的，都是双穴。我们要求掌握的穴位啊，18个，啊，你们说的都有，不用记，因为前面编的常用穴位都有哈，一共有18个，量也是比较多的啊，比较大的。好，下面呢，我们概况我们看了以后啊，下面呢，我们就介绍具体的腧穴了。
啊，这是输血的有血的通路，这个这样一个图啊，这样一个图，这个也是给你一个大概啊，大概看到它的穴位在哪些地方，对不对？可以看到一个大概，有点多哟哈。你看躯干头面的穴位有点多，好，然后是下肢，好，下肢是不是少一点呢？啊，下肢就少一点。好，下面我们先介绍第一组穴位，承七四白巨髎地仓。啊，承七四白巨髎地仓。首先我们也看它的特定，第一个问题呢是它的输穴的特定穴的类别以及它的定位啊，以及它的定位。那么这个交汇穴呢我写在这里，但是呢我不讲了啊，因为我们也没要求，你看就知道了啊。我们先说一个承七穴，下面我们就主要是说这几个输穴的定位了。这几个输穴的定位呢你们可以相互看一看自己啊。首先第一个承这几个输穴的呢，它有个特点，它们都是当我们平视前方的时候，就从瞳正对瞳孔的中间往下有一条垂直线啊，都在这条线上啊，都在这条线上。那么承七穴在什么地方呢？在下眶的上缘，就是下眶和眼球之间这个位置啊，这个位置。那么正对瞳孔就是中间了哈，这个地方就是承七。四百，四百你们当学生的中学生的时候就说要个万四百，对不对？是近视。在什么地方啊？向下有一个眶下孔啊，摸正视的时候直下一个眶下孔，大约呢离这个承七穴眼眶呢下面大概几分，可能有四分左右吧啊，四分左右。这个地方有一个凹陷，你们自己感觉一下是不是有凹陷啊，摸得到的啊，一个凹陷。巨髎穴，巨髎穴呢比较好找。我们这个垂直线，这是一条垂直线，沿着那个根据这个瞳孔哈、啊、往下引的垂直线，然后在鼻翼的下缘再引一条什么平行线，两线相交的这个点呢就是巨髎。实际上这个巨髎是在颧骨的内下方啊，颧骨的内下方，你们压一压，压一压这个穴位啊，其实很胀啊，其实是很胀的啊。地仓穴，口角往外引一条平行线，和刚才这条垂直线相交的地方，书上讲是旁开四分口角啊，一般的都是没什么问题的。这个四分呢你也很难的量，我们就用这个两个线相交就找到这个穴位了。嗯，好，就是这样一个图哈、啊、就表示啊，承七四白巨髎地仓啊，就清楚了啊。其实你们相互以后下去自己找就更清楚。再注意哈，这些穴位有的包括它不是重点穴，比如说巨髎穴不是重点穴，但是在面部要方面呢、啊、治面部的疾病啊，其实都是常用穴啊，所以说你们要注意一下。嗯，主治，主治很简单，禁止作用，面口的病啊，相同的是祛风通络，可以治疗面口的病，当然它的部位置不同了，可能主治的有所不同啊，这是相同的。嗯，面部有什么病，口有什么病，自己就可以推出来，是不是啊？不用我一个一个的讲吧啊。你们说面部我刚才说你们大家说面瘫、面肌痉挛啊，那么在美容方面呢，皮肤病呢，痤疮，还有黄褐斑，还有面色萎黄，还有面部的脂肪太多了，要瘦瘦脸，可不可以啊？可以的啊。嗯，要，其实将来呀，你们的这些你们都可以去做的啊，可以做的。好，下面我们看特点。特点方面呢其实也很简单，承七和四白这两个穴位啊都是局部病。那么承七和四白靠近什么？靠近眼啊，就是眼和眼睑，对不对？局部就是眼和眼睑，因此就可以治疗眼和眼睑的病变啊，眼和眼睑的病变。那么在疗效上来讲呢，实际承七穴治疗眼病的效果应该比四白呢好，但是呢很多人有点
害怕，对不对？因为他是在眼睛和眼眶之间怕出问题，所以说了很多人就不常针这个承蹊，而只针什么四白，四白相对安全一点啊，相对安全一点。其实你掌握好了以后啊，承蹊也是没问题的。那么眼睛的病很多了啊，你们自己推出来哪些是眼病呢？啊，首先你们戴眼镜的就是什么近视或者屈光不正，远视也是可以的啊，也是可以的啊。那么还有眼的其他病，比如说眼红、视物不清啊，我们那还有老光哎啊，现在还有什么飞蚊症是不是啊？啊，还有这个西医讲的那个白内障啊，还有角膜的问题啊。总之，古代他不是这样讲的，他是视物不清，就很多了哈。视物不清，只要你出现症状就可以。那么在还有西医的里边的那个视神经萎缩啊，还有这个青光眼等等，只要是眼的病就可以治疗。那还有包括眼睑的病啊，另外涉及到你们美容方面可以知道什么？眼袋，对，还有黑眼圈，哎，对对对啊，就想到了啊，思路出来了啊，局部的，这是局部治疗啊，这个都是有效的啊，有效的。待会儿针治方法我要说提一下哈，这个那么眼和眼睑的病，那么面瘫里边是不是也有这个眼睛不能闭合啊？其实也是眼睑的病啊。另外四白穴呢，对于头痛眩晕，但是这两个用的不多啊，主要还是局部的病变啊，局部病变。巨疗和地仓还是局部病变，那么巨疗和地仓是不是靠得更近一点呢？它不靠近眼，而靠近什么？口，是不是啊？啊，更靠近口一些啊。那么这个局部病变的口歪、口的疾病，还有我们说巨疗深部有什么齿，地仓是不是深部也有齿啊？啊，当然嘴张开就没有齿了哈，地仓。那么这个口齿的病呢、啊，用巨疗和地仓啊就比较多一点啊。这个巨疗穴啊，你们找准了，你们按一下啊。你们以后，你们美容除了医学美容院以外，实际上你们学了生活美容没有？没学啊，生活美容就是护肤，没学啊。哎，因为你们要讲啊，是不是啊？那么要点按穴位，有的你看那个美容院好多加上经络美容，对不对？哎，这些穴位你找得准了、啊，感觉不一样哦，可以改善那个血的循环哈。面口哈，面口，局部的病变很简单啊，齿的疾病、口的疾病，啊，临床上用的多的就是面瘫，啊，面积痉挛，还是口歪方面。那么你在这个瘦脸呐、啊，或者使脸更皮肤更好的话，也可以用这些穴位啊，就很简单的操作方法。操作方法要注意啊，首先第一个承蹊穴。承蹊穴呢，其实你掌握了方法呀，不会有什么危险啊，不是有什么危险。那么操作方法就是我们用指切精神法，我们针刺的时候啊，我们把病人眼球啊保护起来，就轻轻的用大指轻轻的往上推。其实你看这个空隙啊，眼球和眼眶之间是不是空隙还是比较大呀？那么你靠着下眶的上缘紧针，因为你针很细嘛啊，我们一般要选针也要注意啊，选针呢、啊、就要选细一点的针啊，没有勾的啊，不要有勾的，就是最好是一次性的针哦，因为一次性的针它都是新针，一般的现在经过现在的那个规定呢，只要是合格的有合格证的都还是可以啊，就是比较光滑的还细一点针，针进去就是止血精神法保护的眼睛，直刺呢不要去其他旋转，就轻轻的往下插，慢慢的往下插，一般呢病人会感到眼球胀，还有胀感好就可以了，可以留针啊，可以留针啊。那么出针的时候要注意哈，这个穴位呢，由于它是在眼眶的周围，眼眶周围也有很多丰富的血管啊，
但是呢结缔组织又很疏松，它要自己止血呢，它又不能说像肌肉这样一收缩就可以止血了，就不太容易止血。因此出症的时候啊，我们要用米干消毒的干棉球按压针孔大约一分钟左右啊。那么即使这样都有可能出血，那么这个出血我们有的开玩笑就说给人家扎成熊猫了，这些黑眼圈了呀啊。那么在这之前你要跟病人解释清楚有这个可能性，那么你按照正规的操作啊，正规的操作它即使有出血呢它可以自己吸收，对视力是没有影响的，就是不太好看，当我们尽可能不出现这种情况。那一般年轻人不太容易出现，年龄大人比较容易出现啊，比较容易出现啊。那么针刺呢不要过深，其实你伸不下去，如果是你直刺的话你伸不下去，因为它我们说这个眼眶是这样一个球形，对不对？如果那个框这个地方进来的话，你不可能是这样这样转弯，对不对？你只是针刺针到这个位置啊，一般是不会有什么危险的。四白穴，四白穴呢我们操作基本上是同上的，当然我们首先肯定消毒是有的哈，就是一般的操作，但是呢因为它没靠近眼球，因此不需要往上推眼球，但是四白穴同样可能出血啊，同样可能出血。比如说你再跟人家你说针刺我可以预防眼袋啊，只帮助消眼袋，它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啊，也要多按压，你选细针啊，选细针啊，就是你选美容针吧。那么巨疗和地仓啊，其实巨疗可以止刺，但是呢采取血刺的时候比较多啊。地仓呢一般只能平刺或者是血刺，而且它的方向是要向什么外侧，它不可能往这一次口一刺就刺穿了，对不对啊？我们就是往外侧刺啊，外侧刺啊。那么这个承泣穴我们不用，承泣四板我们一般都不用灸法，但是必要的时候承泣肯定是不能用灸法的，必要的时候我们四板啊巨疗地仓我们可以用那个很小的麦粒灸，像麦子这么大的那个艾珠呢，用无斑痕灸啊，但是一定要很小心啊。脸上啊我们一般不拔罐的啊，一般不拔罐的。有的顽固性的疾病呢必要的时候可以拔，因为他可能起冠斑，是不是就不好看了？但是也碰到这样一种情况哈，面部，我们去年去那个崇州，和学生一起去社会实践，啊，去义诊吧。那个刚去，其他的人还没来，这个医疗站的就说，赶快这个病人呢，恼火得不得了，你先看他。先把他看一看，因为我们还没正式开始。你看这个病人躺在这个椅子上，说头痛、剧痛，啊，剧痛，啊，然后我就给他根据辩证呢给他治疗，治疗以后他缓解很多。他说，也给他拔了罐，但是他说他这里很痛，要拔罐。我说这个很难看，他说不怕不怕，只要不痛。然后他就在那个头的正中这个地方啊，给他拔了一个罐，而且拔了罐以后。其实效果很好，对他那个头痛啊就缓解非常非常明显，马上就缓解了，但是就是一个深深的这样一个冠斑啊。但是我们面部呢我们一般不拔罐哈，但是必要的时候可以做，尽可能不留冠斑啊。临床应用呢我想我们这里就不多说了哈，不多说了。那你看哈，有这个一些配穴方法可以治疗视神经萎缩啊，四百我们刚才讲的迎香痛四百对不对啊，可以治疗胆囊回冲症，就是配到胆囊穴、天枢、关元等等啊。面瘫面痛哈，局部的病变也可以治。好，下面我们要学习的是下面一组穴位，有大隐、颊车、下关和头位啊。大隐、颊车、下关和头位穴，我们先看一下他们特定穴的类别和定位。那么这几个穴位呢没有我们要求的特定穴啊，因此呢我们不讲，看一下就可以了。我们重点呢放在它的定位上啊，放在它的定位上。那么定位呢我们看一下这个大隐穴呢，它讲说是下颌骨下颌缘下颌角前 1.3 寸处。那么这个 1.3 呢没有一个客观的标准，这里没有骨头分寸，这个时候只能用什么补充啊，
只能用这个手指，其实都没有必要，我们就用解剖标志取穴法。刚才我不是跟大家讲了吗？大阴的穴位，这个位置你们找到没有啊？找到了啊，那有的很明显的就摸得到这个面动脉的跳动啊。讲到这个穴位时，我顺便说一下，这个面动脉啊，从这里穿过来到面部，供应啊到面部。那么有的时候我们在用地仓穴这个针刺血刺的时候，往这个外侧去针刺的时候，如果要用地仓做假车，可能刺到面动脉出现出血啊，有的病人这里出现那个血肿啊，然后赶快压迫止血啊，注意这么一点啊，这个面动脉经过的地方。下面是颊车穴，颊车穴呢，我们摸一下你们的下颌角啊，摸到你的下颌角，摸下颌角以后往你们把大牙咬起来，咬紧牙关，往前，是不是有一个咬肌的高点呢、啊？突出的咬肌，这个咬肌的最高点这个地方呢、啊，就是颊车穴。但是我们放下来，我们不咬的时候，是不是它就不是高点了呀？好，这个地方啊，就是颊车穴。嗯，下关穴，下关穴呢是在颧骨宫的下缘。这个图也不是很清楚，我们说你们想想回忆那个解剖，我们这里是颧骨对不对，颧骨往耳这个方向是不是一个骨，这个骨啊像个小桥似的有一点拱出来这样的啊，这个是颧骨宫。那么颧骨宫是不是一个长度啊，你们自己摸一下哈，这个颧骨宫有一个长度，我们把这个颧骨宫啊分成两等分，是不是中间一个中点啊，这个中点的下缘你摸是不是个凹陷，我们不张口是不是个凹陷呢、啊、好，这个时候是个凹陷，你们张口，这个凹陷呢、啊、张口的时候是不是有一个骨就划过来了呀，这是下颌骨的科状图，是把这个凹陷占据了。好，你找你有这个感觉的时候，你的穴位就找准了啊，有没有感觉到，找到没有？好，应该是没问题吧。好，这个是下关啊，另外以后你们还学个上关，是在它的上方，颧骨宫的上缘啊，也是颧骨宫的终点啊，颧骨的上缘。头回穴，头回穴这个穴位呢是在额角向后0.5寸。那么额角我们把那个头发呀，就正常的人没有说秃顶的肯定就不在那个找不到那个额角了，没有秃顶的我们把这个头发往后推到这个后面呢，鬓发和这个前面这个发际，这是不是是一个角，有一个大约是直角吧，这样一个角对不对，然后我们这个角啊往后方0.5寸的地方。那么这个0.5寸怎么找呢，我们还是有前发际到后发际是多少吧，12寸，这个来定。那么你不会说我心量，你在学习啊，在临床当中你就不去量啊，平时学习过程当中啊你就注意一下啊，这它一寸有多长，到时候呢你基本上呢你就知道了啊，这个就是头位穴啊。那么这几个腧穴呢，从它的解剖位置来讲，它深部有没有重要脏器啊，没有啊，它是没有重要脏器的。那好，我们看他们的组织特点，他们相同的都是以治疗究竟组织器官的病变为主，就是个禁止作用啊。禁止作用呢相同的就是通经活络治疗面部的病变了、哦、广义的面部啊，当然它所在的位置不同呢，可能治疗面部病变的不太一样。第二呢，我认为它有镇静息风，治疗口径牙关紧闭，有的常用有的不常用，嗯，啊，这个知道就行了，主要是治疗面部病变。特点方面我们还是根据它的这个部位来。大阴穴我们没有要求哈、啊、但是在古代呢，这个大阴穴呢在千金方面就有了，说舌降不语，可用于舌降不语颈痛，但是现在呢是用的不多啊，现在是用的不多的，嗯，因为它这个地方啊有面动脉的通过啊，以前有用
啊，这个我们就不多说。下面看看颊侧，颊侧这个穴位呢，在临床是一个常用穴，在治疗面部疾病和牙关紧闭方面呢，它都是很常用的，啊，都是很常用的。那么它面瘫，我们可以用颊侧，往往是颊侧可以透地仓，地仓可以透颊侧，但是需要注意的就是刚才我说的，有可能把面动脉刺穿，啊，有这种可能性。啊，而且颊侧在局部疾病治疗方面，啊，用于这个牙关紧闭也是用的很多的。那么除了牙关紧闭，还有什么可以治？听，记住作用，根据它所在的位置，啊，牙痛，可不可以啊？也是常用穴。还有呢，面颊肿，可不可以啊？那么面颊肿比较常见，有这个位置出现面颊肿的什么病比较多见呢？扎腮，嗯，扎腮。那么美容可不可以用啊？当然注意哈，我们说瘦脸要注意，不是瘦骨头，只有瘦什么软组织，对不对？瘦脂肪这个是办得到的，但是有一点它还是一个，这个也是个长期性的，因为你在针刺的调整的时候啊，它可以起作用，但是你停了以后很久不治的话，它有可能什么反弹，因为这最主要的是遗传，但是它的骨型是这样的话，你也不能把这个，它本来这个地方骨头很大，你不可能真是让它是萎缩，这个是办不到的啊，就是它只是有限的，但是确实呢是有效果，还有效果。我看哈，有一个年轻人也是我们学校毕业的一个学生了，他就是当本身脸型有点问题，再加上脂肪比较多，他就坚持治，确实是有作用，有效果。他到现在还是坚持，一个礼拜来个一次，啊，来个一次，啊，还已经工作了嘛，啊，还是有效果的，嗯。好，那么在古书上记载，啊，这个颊侧穴还可以治疗什么呢？颈项不得回顾和喉痹，这个呢做一个参考。啊，因为颈项降痛部的回顾呢，用颊侧穴的时候不多，啊，不多，用其他的穴位更多一点，啊，就是做个参考就行了。下关穴，局部病变。那么下关穴因为位置不同，它虽说是在广义的面部，但是具体落实到这个穴位，你们觉得它应该治疗什么病变？根据它所在的位置。刚才我们才说他闭口有孔，张口没有孔吗？和哪个有关呢？为什么他闭口有孔啊？张口没有孔啊？下关节，对不对？有了颞颌关节啊。现在临床上颞颌关节综合真的不少哦，颞颌关节综合真的不少，但是针灸效果不错的啊，针灸效果是比较好的啊。有的就是突然我不能张口了，或者我张不大，张一点点，张就这种痛。那么曾经有一个病人，就是什么，成都人呢喜欢这个嗑那个瓜子，葵花籽，对不对？他没事不停的嗑了一斤，啊，然后呢这个关节就累了嘛，疲劳了嘛，就出现疼痛啊。但是针灸啊有效果，我们就可以其中可以用下关穴，啊，用下关穴，还有还可以治疗什么病？啊，耳朵的病可以啊，但是它离那个耳垂靠近哈，啊，可以治疗耳垂疾病。还有，它深部靠近什么？齿是不是啊？可以治疗齿的疾病呢，啊？可以的，啊，是可以的。好，那么我们根据它所在的位置呢，我们就知道哈，啊，可以治疗哪些疾病。它主要是静止作用为主啊，静止作用为主啊，就清楚了。嗯，那么什么牙关紧闭啊、齿痛啊，也可以考虑下关。头维穴，头维穴呢，它也是静止作用，但是呢，它可以治疗头目的病变。首先，第一个，我们从头来讲，它是在，其实它是头侧，对不对？靠近前额的，那么既可以治疗我们的这个阳明头痛，又可以治疗偏侧的头痛，啊，偏侧的头痛，嗯。那么这个在临床当中用的还是比较多，还是比较多的。嗯，那么我们说，嗯，神志有病可不可以用这个头位穴啊？
我们在前面讲这个侧头和前头去的穴位，那个图里边，那个我不知道梁校长给你们讲没有哈，你们前面不是一个那个书上有一个分布组织规律吗？26页一直到30页，是不是有很多很多图啊？啊，没讲过哈，但是你们可以看一下哈。比如说26页这个上右上方，是不是一个前头侧头去的穴位可以治疗什么病嘛？他说眼病和什么病啊？鼻病，其实还是可以治疗局部的病变。头部它身部有什么？身体肯定有脑嘛，对不对？啊，一部分神志病是可以的，头痛和神志病是可以的。嗯，那么除了这个以外，这个刚才我们说这个前面提到的，它可以治疗眼睛的病，头微穴治疗眼睛的病是有效的，啊，可以治疗一些眼病和眼睑的病，啊，就是眼病和眼睑的病，比如说，眼歪，我们说口眼歪斜，对不对？那么这个口眼歪斜呢，就是说有的病呢可能是同时就有口眼歪斜，但是治疗的穴位呢，头围呢主要是治疗眼歪，或者眼睛闭合不好啊，主要是治疗这一部分病症啊。在面瘫当中呢它也可以用，或者面肌痉挛里边它也是可以用的啊，可以用的。当然我们这个针刺的方向呢，如果说治疗眼病的话，我们针尖呢可以向病区啊，像病变的部位来针刺，啊，来针刺。那么这个穴位呢，在将来你们学那个什么手上有胆经的穴位的时候啊，它定位要用这个穴位，啊，但是这个穴位是比较好找的。好，操作方法，啊，操作方法。那么这几个穴位根据它的部位不同，有的采取平刺，有的采取斜刺，有的采取直刺，啊，直刺。比如说这个大阴穴，大阴穴就要注意哦，因为它身部有什么面动脉，因此呢我们一般不直刺，我们可以什么平刺，一般向病变的方向平刺或者斜刺，尽可能不要刺伤了一个动脉啊。那么甲车可以斜刺也可以直刺，一般朝病变的方向，下关呢可以直刺，头围能不能直刺啊？头围能不能这样垂直刺，只能什么平刺啊，平刺，啊，那么可以根据病情的需要啊，用温和灸或者是皮肤针，啊，用皮肤针后刺，这个是可以的，啊，是可以的，啊，啊，临床应用方面呢，有很多有一些不同，古代有一些不同的记载哈，我们也不详细讲了，啊，那么甲车穴你看哈，它可以配合一些穴位治疗中风。喉吐那个泡沫哈，啊，泡沫。那么再有的是配合合谷益风治疗急性的扁桃炎、急性的腮腺炎啊。那么急性腮腺炎里边了，在甲车穴这个穴位呢，有一种方法，民间有一种叫爆灯火，听说过没有？其实是针灸里面灯火灸，就是那个灯草啊，沾上那个清油，点燃了，触到那个穴位上。它因为实际上是烧伤了皮肤，对不对？那皮肤，表皮哈，不是真皮哦，破裂有一个香，有个声音，叫一个爆的那个声音，叫爆灯火哈，啊。这个治疗腮腺炎是很好的，啊，腮腺炎效果是比较好的啊。那么有的还可以治疗这个，用按摩的方法治疗，颞颌关节脱位。啊，按甲车哈，治疗颞颌关节脱位，有些习惯性的那个脱位啊，一脱了位以后合不上了，对不对？一张口哈就合不上了。下关也是哈，下关也是，还要注意哈，可以治疗三叉神经痛，就是面痛了，广义的是面痛，我们中医不叫三叉神经痛，我们称为面痛啊。你看这个可以参考一下，可以治疗一些。头微穴啊，头微穴支撑经里边配大陵穴治疗目痛如脱，头痛如破，脱得很厉害，对不对？啊，我们可以配合治疗，还有可以治疗血管性的头痛。血管性头痛呢，我不知道你们听说过没有，这是西医的病名啊，它也是属于中医的偏头痛的一种，但是比普通的偏侧头痛严重，它是西医讲的偏头痛
啊，就比较重啊，治疗起来困难一些。好了，下面几个穴位呢是在颈部的哈、啊，我们这个其中腰穴只有人穴，我们简单说一下啊。这几个腧穴呢，它的类别没有我们要求的特定穴的类别啊。我们先看一下它们的部位，它们都在颈部啊，膝盖到头之间这一块啊，这一块。那我们先看一下仁阴穴，仁阴穴呢，它是平结喉。刚才我们一个穴位是平结喉哪一个呀？浮屠，对不对？浮屠穴平结喉，这个也是平结喉。那么浮屠穴是在胸锁乳突肌的中间，那么这个仁阴穴呢，在胸锁乳突肌的前缘，就是说胸锁乳突肌和夹状这个软骨啊，猴子这个软骨啊之间，你摸一下这个仁阴穴，是不是个有动脉跳动啊？古代我们讲摸脉的时候，三步九后，就是这是一步，这里是一步，还有一个脚背上的扶阳脉啊，这就是摸仁阴脉。那么你们看，假设你们有兴趣，你们去看那个林纾的经脉篇，经脉篇在他都有讲了这条经脉的循序以后，他就讲这个仁阴脉和这个寸口脉的关系，哪种情况是什么病啊。其实我们现在都没有学这些，可能没有学到家哟，我觉得啊，你们有兴趣可以看一看哈、啊，就是以前摸仁阴脉的地方，下面呢要找水图呢，先要找七色，七色好找，七色这个穴位呢在锁骨的上缘，在哪个地方呢？胸锁乳肌的胸骨头和什么锁骨头之间，你们自己摸就摸到了。我们说这个胸骨头啊，它比较紧一点，比较细一点，那么这个锁骨头呢，它比较扁平一点，没有这么有劲啊，这个之间啊，这个就是气色。气色和仁阴做个连线，连线的终点胸锁乳突肌的前缘就是水突穴啊，就是水突穴。血盆好找，血盆穴就在锁骨上，我就是锁骨中线，就是锁骨分成两等分，这个中点的上缘，这个就是血盆穴啊，中点的上缘正好是在锁骨上窝的地方啊。那么我们根据他们这个位置来看，这些穴位呢，除了血盆穴以外，前面仁阴、水突和七色是不是比较靠深部？有什么深部？有什么颈动脉，对不对啊？颈总动脉就要注意哈，这个动脉呢，它压力是比较大的啊。当然不，我们就说我们这个提示，我们在针刺的时候啊，要注意它的那个深度，最好不要刺伤啊，最好不要刺伤。那么血盆穴如果往下，是不是在我们的胸腔的上方啊？啊，胸腔的上方啊，这个也要注意一下。这个组织呢，我们今天就暂时告一个段落哈，我们暂时不忙介绍。组织很简单，它是以静止作用为主啊。我们可以这样，我们还是可以大家来看一看，你根据他们所在位置，前面三个穴位可以治什么病啊？颈部的病变、咽喉的病，还有什么？先讲的甲状腺的病，我们中医讲的是不是阴流阴气啊？啊，还有局部的病变，是不是啊？啊，那么美容如果说我们的颈防止颈部这个脾这个松弛，可不可以用啊？可以，就是个静止作用。啊，血盆穴啊也是局部的病变啊。那么由于他们靠近这个喉，因此呢，对有一些哮喘、咳喘呢是可以用的。比如说有的咳嗽，他就是咽喉一痒就想咳，他并不是说很痛。它并不是肺的病变啊，并不是肺的病变。那么我们说止咳平喘，我们讲是肺的病，但是实质上呢，从西医角度讲，它不是肺脏啊，而是肺系的病，对不对啊？当然跟肺气是有关的啊。我想这个就不用多讲。通经活络的是局部的象降痛啊，象降痛特点只有仁阴穴。好，我们把这里讲完算了。仁阴穴呢可以降压。其实你想想这个，
是现在的观点。那么人穴有点靠近什么穴位？什么东西啊？有个什么西医解剖的，在他附近有个什么东西啊？有一个可以引起反射性的降压的，几种动不动，忘了呀，还给老师了哦。啊，嗯，那么可以治疗高血压以及高血压引起的这个脑溢血啊、脑血栓等这些后遗症。那么这个在临床上有人做个研究，就是第二项，就是可以头痛，可以改善血管的脑血管的弹性，改善脑的血流啊，这是从研究，那么就可以治疗由于这些病引起的头痛啊，有头痛。但是呢，你得注意哦，在这个地方血压不要降得太低了，太快了哈啊。但是我们一般的，也就是说这个穴位是不是也有降压作用啊？啊，也有。那么刚才我们讲到了曲池穴是不是可以降压呀？啊，这个穴位也有降压作用，就是对症治疗的一种啊。操作方法：人阴水突七十二，这三个穴位要避开动脉直刺。注意哈，你最好是用纸呢把这个动脉往外推，推了以后啊，就针尖略微向正中线方向，略微向正中线方向，就这样稍微斜一点点来针刺，这样就比较安全啊，比较安全。那么气色血盆针刺的时候注意角度和深度，不要向下哟，不要向胸腔方向啊，我们是往后方，这样就是安全的。往下是不是很容易刺到肺呀？好，所以说注意深度啊，可以根据病情的需要用灸法，或者是用皮肤针啊，或者皮肤针。好，我们说这个颈部的穴位就这么简单啊，就是以部位啦为重点，组织呢就是性质作用。好，那么今天我们要介绍的内容就是这些。